像我们这个成员，我们这个成员非常复杂啊，非常的复杂。有职员，是有教学科的老师，没错，有教歌仔戏的老师，有教武功的老师。那我们虽然的专长都不太一样，没错，只有一个共同点，是我们对音乐都一窍不通。但是呢，我们碰到一位柯老师，非常的热心，我们就用礼拜三的下午，把我们老师集合起来，然后他教我们学了大概现在一年左右吧，因为他来启发我的音乐，是现在我慢慢对音乐有点认识了。赵老师，您讲见识，您以后就逼柯老师每个礼拜三下午拉筋，他应该会受不了的。谢谢。好，就将这个时间交给我们戏曲三个学校的老师，掌声鼓励，欢迎欢迎我们戏曲学校的老师带来精彩的表演。我挂掉，叫做《苦大行为》，叫做《变家村》。